物馆呢，现在基本上是分为两个结构所存在的。下方呢是一个高9.2米的墩台遗址保护罩，将整个应天门的遗址层给保护了起来。在墩台遗址保护罩之上呢，是我们修复的想象模拟复原建筑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视角呢，是真正的整个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是要比1000多年以前的应天门要高出大约10米左右的。应天门现在上方的恢复的这个模拟复原建筑呢，也是按照1000多年以前史书当中关于应天门的记载来模拟复原的。整个应天门呢是分为5个部分所构成的，主要是分为一个主城门楼，东西两侧延伸出2个朵楼，以及朵楼呢又向南伸出的2个阙楼所构成的。所以应天门的城门形制呢又被称之为了天子双向三出阙，它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双向三出阙形制当中最高的等级、规格最高的一个城门遗址。